我这个呢并不是自我的享受，我这个是为大家做出贡献。我要亲身来试一下用 Emma 这个 AI 推拿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你觉得我有什么状况？可能有点气虚或者有点气滞，身体状态会比较虚弱一点。对，他们两个说的那么神神秘秘，让我觉得我好像病入膏肓。人工智能 AI 在你我的生活里应用是越来越广泛，就连现在的这把声音，这个画面都是人工智能的产物。当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碰上大数据模型，患者的看诊体验会有什么改变？记者带你亲身体验。所以我脉象怎么样？有点沉。沉代表什么？有点闲，那可能是压力大的问题，对吧？对，都说我压力大了，要多休息。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给你做一个挑战了。 OK，验唇诊断跟 AI 诊断，看看这两个呢到底准确性有多高。会容易累吗？有时候。那喉咙后面会不会有痰？有时候。会怕冷吗？怕冷倒不会，但是怕热，容易流汗。那大便会干吗？正常。明白了。那你觉得我有什么状况？就是可能有点气虚或者有点气滞。我觉得很准。我真的觉得很准。王彦纯从小对营养学感兴趣，因参与田径队受伤，常接触中医，之后报考了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医与生物学双学位课程。到北京实习时，发现医疗人力吃紧的状况，在本地中医诊所行医两年后，他觉得科技能改善医疗现况，比如利用 AI 分诊减轻负担，于是报读数据科学，将医疗知识与数据科学进行结合。现在我和我的团队正在研发的就是一个新 C app， 就是那个用户只需要拍一张舌像图，然后简单的回答几句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帮你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并给予你好像生活或者一些饮食小贴士。舌诊就是望诊的一部分，所以中医认为舌为心之窍，所以舌象能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的各种生理状态，这也恰恰对我们的 AI 技术，就是 computer vision， 会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用 AI 的技术可以更细微的了解舌头的变化，就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可以了解舌的颜色啊，舌的舌苔，还有可能齿痕或裂纹各个方面，所以我们把它们综合起来就能给出一个更好的报告，还有一个了解。何静怡是一名在职中医师，正在修读博士学位，而他博士论文所探讨的正是结合 AI 技术的推拿机器人艾玛能如何更好帮助中医治疗的疗效。艾玛推拿机器人于2015年由张义中博士率领的 iTreat 团队研发，2017年在新医馆中医诊所投入服务，至今已累积至少10万次的推拿疗程。为什么感觉上 AI 在中医上面的推行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相较于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AI 在西医上面的应用好像比较容易。其实这是一个观点的问题吧，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中医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然后你跟任何有科技相关的东西挂钩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实际上在中国，它这个中医跟 AI 结合的一个推广包括应用都其实蛮广泛的。比如说有那个明老中医的工作室，他们会有学生去把明老中医的诊病的那些病例输入进去，最后他跟那个明老中医的看病的整个思路过程，他的相似度其实还可以的。说这个对于传承，对于推广中医，或者让更多人可以看接受到可能类似明老中医的一个治疗，这些东西会比较有帮助啦。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会看到的那台 Emma 推拿机器人，它跟一般我去找一个中医师推拿有什么不一样？我作为一个病人啊，它可以怎么样帮助到我？它为什么对我有利呢？ Emma 机器人它除了做治疗以外，它还会出一个报告跟你说，你的整个后背哪一个部位肌肉比较紧绷僵硬，然后你可以根据相应的部位做一些预防性的运动啊，或者是拉伸这些。所以它对于
中医师诊断的帮助或者是相应治疗的帮助也蛮好的，基本上你一天能塞多少个病人他就可以推多少个人啊。嗯，而且他早上推跟晚上推是没有差别的。如果是人力推的话，我可能早上我刚上班，我哇很有干劲，然后到了晚上我其实半条命没有。你可以让他帮助你做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你说做推拿， Emma 他不会取代一个推拿师，因为推拿师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 一些比较复杂高级的一些手法。嗯，这个是机器不可以取代的啦。 OK， 我们接着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我要来试看，亲身试试看呢这个 Emma AI 机器人的推拿手法，然后还有他的诊断，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OK， 可以。好，说如果我们这样用眼睛来看，对吗？它的muscle有一点不平衡，这边比较大块，这边比较小块。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用一下我们的数据分析，看我们的 AI 跟我判断的有没有差不多一样。我们的机器会用 3D 的摄像头来看一下穴位，然后它会开始做它的推拿疗程。它是有active feedback 的。所以他在推拿的时候他也是会做一个计算，看那边的肌肉会不会太硬还是太松。如果一个患者感觉那边推的时候疼痛，他就会自然有一个反应，然后肌肉会绷紧起来，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推一点点力，所以这样的话患者不会有疼痛。刚才他推拿的时候一边推拿一边做了分析，然后这个是分析出来的那个数据。我们是看左边相对比右边，白色的话就是一点点差别，绿色的话就是有一点差别，红色最严重，所以你是没有到最严重的那个程度。但是比较好的情况应该是不要有那么多线，对不对？对，比较好的是要白色，然后白色瘦一短一点，就是有绿色就代表说有一点问题了。是的，然后刚才你趴着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推拿，我们已经说了你左边的肌肉跟右边的肌肉不是很平衡，对，右边的比较隆起来，所以这个也是相比上是一样的。你作为中医师，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接下来你会干嘛？哇，会在你的相应部位做一些针灸，然后比如你的脾胃啊，还有那个气虚气郁的部分，我可能会开一些中药跟你调理。那你作为一个中医师，你会希望在未来看到 AI 可以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帮助到中医的发展？就比如说中药跟西药相互使用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作用啊，现在中医很难进入主流医学，主要的一个障碍是我们不知道中药跟西药用起来的时候会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可是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些相应的数据，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AI 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然后可以很方便的使用的话，这有助于病人可以在同时用中药和用西药的情况下进行治疗。